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5月8号，瑞芳站终点15:45，车牌的是2174B 次，将沿线开往河桶，和810/109小圈车。感觉有点慢，对啊，2174B次，用上线。810/109小圈车。有一台货列驶离，应该750是货列吧，驶离。那赶紧跟您聊，拜拜。